就是这样的配搭哦，再炸出来哦，其实是很好吃的，很扎实，很有肉汁，很香又脆入的，其实是很好的配搭。为什么你会喜欢用两种生蚝？因为其实是刀刀是用一个好感的，但是你自己有感觉过，因为这个其实它的它这个还是已经是熟的，就是在变成好感之前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它的那个味道跟调味增加了三倍，增加了更上更上层。